都是0-0嘛，都没有得分，把前五局把它消掉，从第五局再开始记，现在已经记到了第12局，没有位置了。比赛继续进行，进行到了他们的第4棒中岛辉士。中岛的辉士打击出去，界外球，他的打击率是全日本打者当中的打击率最高的，目前是排行榜上的第一位，他是8.57，打7次的打击有6支安打。开始是1好球，我们看我们的投手投壶金如何的来对付他，再投出，又是本垒后面界外球，好现象，连续2个好球，没有坏球，不要太喂给好球给他了，要吊他。他们第4棒、第5棒和第6棒打击是比较强的3棒。投红心，再投出，看一垒神，认为是已经挥棒了，他做了一个挥棒的动作，然后他又刹车，又不想挥棒，结果一垒神认为是他出棒，说是三振，这个强打棒。一垒神是澳洲籍的裁判，所以他是非常公正的，因为他这个球。他的棒已经挥过那个扫过那个本垒板上，所以算是挥棒。